我发现你们记性是真好啊，这都多久了，千层都学会新技能了，还有人天天问他学没学会埋屎。我最后再跟你们说一遍啊，这动作已经刻进他 DNA 了，他学不会了。还有人问那不埋不臭吗？这不是有我吗？他拉完搁那刨盆的意思就是通知我可以去铲屎了，他自己也嫌臭啊。你又不去的话，他就一直搁那刨，拉屎也刨，尿尿也刨。别人养猫一天铲一回屎，我养猫一天要铲八回屎。不过我最近换了李兜小鹰钻矿砂，哎，你别说还真不错，每次拉完我就帮他盖上就行了。有时候呢，高高也会帮他埋，他主要是通过他的生物孢子来分解猫宝宝中未消化完的蛋白质，从源头就开始除臭，他闻不见臭了呢，他也就不跑了，而且还能遇水识相，除臭能力再升一级，现在搁那放一整天都没有臭味，再也不用跟在他屁股后面铲屎了。作为一款钠基矿砂，吸水性很强，结团更是没得说，邦邦硬还不粘底，就算是软便也能轻松铲起，用手搓呢也没什么粉尘。哎呦，来了来了，小祖宗，你要嫌臭呢你就自己埋上，就简单一爪子的事。我不，我就要你给我埋。